清楚的，就是个清白。救人一命胜出奇怪洞，给爷发一个，再来一个。花花肠子长腿胎，这个印字前那个高利贷。第三个就他呀，咋的？他也不跑啊。二嫂，我成天跑了，苦运在打胆儿啊。请我把老太师的腰来吊来。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吉林卫视好戏登场的忠实转迷们，大家晚上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戏登场，心清气爽；好戏登台，欢乐开怀。一起乡里乡亲呐、啊，唱的真是让我们感到倍感亲切、啊有一点回忆的感觉。往事值得回忆，童年呐、啊，是吧？打雪仗啊，哈，对，什么拉大锯啊，真的挺好玩。哎，对了，海燕、你参加过同学会吗？同学会 啊，参加过呀。有意思吗？哎，刚开始还行，但是后来就没啥意思了。为什么呀？旺哥、其实我说吧，也不怕你见笑。怎么？你看看，就像咱们这个上班一族的啊，就靠这点固定工资收入的人，吃喝穿戴呢又很平常。这人前自感逊色呗。是不是？这都很正常，我感觉。是不是？你现在吧，你跟就尤其现在同学会一聚到一起吧，你说这帮人就比啥呢？就比这她老公是当多大官儿，然后说就比她老婆是多么有钱，多有钱，没有意思，太乏味了。哎，旺哥你有过这样的感触啊？我太有这经历了，我是吗？我跟你说，不是我说都真事啊。我有一个女同学。嫁了一个大款老公，确实就她老公挺有钱。有钱。她一天是无所事事，除了就什么打麻将啊，就逛商场，然后再就背着名牌包啥的。尤其同学会的时候，那家穿的，我跟你说，就穿金戴银的，珠光宝气。不是说，就这种人最爱在人前显摆。我跟你说，有一次都出事了，出老大个笑话了。她背了一款 LV 的包、去参加同学会去了，见着哪个同学就跟人显摆，哎。你知道叫什么品牌吗？你这叫什么款式吗？是吧？这有啥显摆的？就是，但是他一这么问呢，人有同学就那我不知道，没见过这包，这什么款式不知道。
也不知道叫 LV。是啊。赶得也巧，那天正好幼儿园放假，也不是哪个同学领他自个家孩子就去了。嗯。这孩子来劲儿，一瞅大伙都不认识，说阿姨，我认识你这包，你这包包上有拼音 L， 就是了乌驴，阿姨，这不是给人背的包，这。不过呢，这童言无忌，那小孩说话了，大伙也不会太在意。也是啊，也是。哎，万哥啊，你说咱俩说这么半天了，是不是也到咱们欣赏小品的时候了？对了。啊，那下面就请欣赏由魏三、关静还有汪小丽给大家带来的小品《虎三学医》，先鼓掌后欣赏。江湖行医数十年，名医无后亦难传。姐姐多病去世早，接了外甥在身边。哎呀，你说呀，原打算呢，我这一身的医术啊传授给他，可这孩子他也不争个气呀。你说这孩子说傻不傻，说尖不尖，说灵不灵，说黏不黏，不出火不冒烟。你说他咋这么憨呢？学艺都三年了，还啥也没学会呢。我说三儿啊，三儿，这孩子又干哈去了？胡三儿啊，我说三儿哎，啊，哎呀，我的妈呀，你上哪儿去了？三儿啊，药王神篇看了吗？哦，黄帝内经背了吗？哦，那《本草纲目》写了吗？啊、哦！哎呀，我的妈呀！你啊啊啊的，你倒是看还是没看呐？舅啊，你咋这么笨？啊，就是看了，不看能啊吗？你们大伙看看啊，他还有理了？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憨呢？你呀。你说我怎么能有你这么个外甥呢？那也不能你是我外甥。给，我说老头子，邻村老李家那媳妇生孩子，说是难产，让你赶紧过去看看呢。那赶紧吧，这应该找妇产科呀。你说这你倒整得挺明白。舅啊，你领我去呗。我带你去有何用啊？你到那去了，要哪块整不明白，你好问问我啥的。你这话让他说的，老头子，你就带他去吧，到那块给你打打下手。还我舅妈对我好，你去吧，走吧。哎，也罢，走吧。哎，狗小子，走吧。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北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哎，喂，干哈？别嘚瑟了，我都整顺拐了都。哎呀，到了。哎，到了。哎呀，大夫啊！啊，好。哎呀，哎，大夫，快救救我，我不行了。哎，这不我舅妈吗？你俩啥时候有的呀？你个混账东西！此人非是你舅妈，她乃是李张氏。你没看那头上戴着花吗？哦，没戴花的是我舅妈，哎，戴花的是李张氏，这是一杆。哎呀，大夫，那你俩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啊？哎，此事与我无关呐。那与我有关？嗯，啊，与我有关，与我也无关。哎呀，大夫，快救救我吧！哎呀，快随我来，快随我来，快点！哎，站住！啊，你干啥去？产房种地，男子不得入内。那你咋进去？啊，都，我乃是大夫。啊，大夫行进，别人不行进。对，舅啊，你让我进去吧，我还没看过女的生孩子呢。没看过也不行。大夫，快点吧！等着！哎呀，不让我进。舅啊，你个慎重点啊！一
人怀孕，关系两条命哎。人命关天，可要断情啊。小胎儿在腹内，胎位不正啊，不正不逆，他咋放了横啊？情谊多年，从没见过这样的情形啊！不由我手忙脚乱，头冒虚汗，迷了摸的发了梦。这咋着？快快上！哎呀，怎么着？用药！让这箱子，快！哎呀！别动啊！用药！快上啊！用药！打针呢？啊！打针也不灵。哎呀！我的妈！这是给牲口使的。好。哎呀，对，按摩。按摩不行啊，这胎儿不动啊，推哪推，没反应啊。救人一命胜吃奇怪豆腐。啥干哈去了？小罗外甥，快，我都蒙圈了。哎，快来看，快来瞧。哎，来晚了，看不着。哎，奇怪，真奇怪！哎，这里有个猴脑袋，哎，小小毛猴胆量高，72变逞英豪，哎，穿上爷家衣，戴上爷家帽，给爷发一个！哎呀嘿，再来一个！哎，再来一个！再哎，娘，这是生孩子还是爆胎呀？这生了啊！是生了姑娘小子没看着孩子呢，上树了啊，上树了啊，是生下来就上树了。哪呢？儿子走，跟妈回家。走，儿子鬼点谁的儿子，谁认识我儿了？瞅你长得磕碜样儿。哎呀，这孩子这么淘呢，你说哪去了你？舅啊，多亏领我来了吧。住口！你个混账东西，多悬给我闯下大祸！哼！不就你看，那咋还急眼了呢？我帮你多大的忙？你说今天的事多悬？不是，生下来就行呗，你管用啥招呢？那是碰巧了。你呀，以后给我在家待着，再也不许出去。哼。舅舅出门又一天，虎三我抓心又脑干，闲下没事家中坐，那么人儿要。张李是我慌慌张张来到大门前，那个人儿呀，人儿呀，人儿呀，一个人儿呀。呀，这不李张是吗？你家孩子上树下没下来？说的啥话呀？谁是李张氏啊？我是张李氏。妈呀，刚生完孩子就改嫁了？你这缺德玩意儿！人家就是张李氏，你没看我这花搁右边戴着呢吗？哦。花在左边是李张氏，对，花在右边是张李氏，哎，一赶三。那来有事啊？哎呀，我家员外发了疯癫，家里造的是人仰马翻，因此上我来找活神仙。他要是不去呀，我家员外就得命归天。那归天也没招啊，我就啊出去一小天了，说不上啥时候回来呢。妈呀，那可咋整啊？要不你去呗。不行，我就说我不会看。不会看更好啊。
我说你这整天跟着那个大夫后屁股走啊，熏熏个半拉架了是不是？没准啊，你这一出手治的还更好呢。我听明白了，这娘们儿啊，是着急改嫁呀。你能信任我？哎呀，治不好还治不坏吗？好，走啊，走吧，走。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有祖辈走到黑，我有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哎呀，可别嘚瑟了，到了，到。你回来撩啥呀？你这娘们太坏了。怎么的呀？咱俩无冤无债，你说你为啥把我害？我舅搁这等我呢，一会儿不让挨打就挨踹。啥呀？他不是你舅，他是我老公张员外。是我舅？不是。是。我说不是就不是。你没看他脑袋上戴个绿帽子呢吗？哦，不戴绿帽子的是我舅。对。戴绿帽子的是你老头张员外。哎。嘿嘿，小帽戴的挺带劲的。嗯。谁给戴的？打鼓那老头给戴的。我说张员外啊，哪个不得劲儿啊？哎呦妈，他要咬人呐。谁知道他得是啥病啊？见人他就咬，见粪他想尝，狗的话他给全根面呐、啊。我们家大黄还恨恨他想啊，哎呀！打爹骂娘是家常事儿啊，动不动还跟我玩呢。求大夫抓紧把他治，要不然这个家早晚都得黄啊！哎呀，大夫啊，你抓紧给他看看吧。你放心啊，治人我治不好，治狗我有套业务。闪开！我说，张员外，张老坏。张老坏，我叫声该你人不正，那个心眼儿歪，花我肠子藏鬼胎，这个印字钱那个高利贷，你逼人家把儿卖，抢人妻霸人女，你是恶魔就降祸灾呀。下良田千百顷，在家抢来万贯财，想不到机关算尽全白费，恶贯满盈你报应来呀、啊！哎呀！你儿子吃喝嫖赌把家败，你老婆一只红杏出墙来，你自己得了怪病不自在，头戴绿帽子爽啊爽歪歪呀！我让你跟我俩装藏獒，让你装藏獒，装藏獒。我给你变成京巴，让你跟我装藏獒，让你装藏獒，让你跟我装藏獒，让你装藏獒，刚当时的。哼，我整不老是你。妈呀，老头子，老头子，员外他呜呼哀了哉呀，哎呀！哎呀，哎，你这娘们儿，你老头子死了，你倒高兴了啊？谁高兴了啊？谁高兴了？我告诉你，好你个虎三儿啊！我让你来治病，谁让你来害命来了啊？不，我这不正合你意吗？胡说！我和我家员外恩恩爱爱，我怎么能希望他死呢？
走，跟我上官府，给我老头子提命。哎哎哎哎，你当我听了吧？这娘们多假过啊！我帮他忙，他还要告我。得，你这回不就是想让他活吗？对呀、啊。我趁他没死时辰，我给你整过来啊！我张头啊！哎呀，好把杠的是他！我张头！哎！哎！哦 ！Oh my god！ 哎呀！哎呀！可疼死我了！哎呀！这咋还活了呢？你说什么玩意儿？哎呀，我说老头子，哎呀，你可算活了！我真是舍不得你，我又回来了。我也舍不得你呀！好你个虎三儿，你刚才你对我是又是打又是骂，差点削出我嘎了哈！今天我要不削你，我管你叫爸！呸！走的！人家看病拿红包，我给人看病挨顿削。外甥四处瞎胡闹，当舅的一股急火心头烧啊，吃不下睡不着，就在炕上倒，饥饥欲绝，肚子里鼓大包。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疤，当大夫的难把自己病来瞧啊，就觉着身子一天比一天重，一只脚恐怕上了奈何桥啊，我这一走不打紧，剩下个虎外甥啊，让人把心操啊，他的冷暖以后谁来问？老地府见我的姐姐如何把柴交啊？哎哎哎哎哎哎呀！我说老伴儿啊，你说这孩子，那三儿又上哪儿去了？三儿啊！五三儿，三儿哎，啊！哎呀，又啊了，三儿啊，舅，你说舅啊，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你可怎么办？还是我舅对我好，那舅啊，你就别拿我当叔了。该死你就死吧！哎，你这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死了不省着我气你了吗？你个憨货，你就都这样了，你就不能说句人话呀？舅妈呀，我说的都是人话。我舅啊，活着前我没孝顺着的。舅，你死了我给你买个好点的坟地。你听听，你这混账东西！你气死我了！我没跟你撒谎。哎呀，我给你选的坟地老好了，你不信一会儿我领你看看去。你到那一看坟地，你恨不得早点咽气呢。哎呀，我的妈！就走，我领你看。干啥去？你干啥去啊？我领你看坟地。不，哎哎，走一山又一山，累得舅舅汗连连。走一河又一河，累得舅舅我直抻脖。走一沟又一沟，累得你舅我直拉齁啊！哎呀，哎，等，我说外甥，不行，我走不动了。舅啊，我上不来去。咱们再坚持一小会儿啊！哎呀，你看。那坟营地就有那山坡顶呢。哎呀，我说三儿啊，你咱让你舅舅坚持一会儿，他非得死着不可。舅妈呀，那不更省事了吗？直接就埋这儿了。哎呀，青羊马挂人高，呱呱直叫。哎，不行啊，我肚子疼啊，肚子疼啊，我要上茅房。
就啊，肥水不流外人田呐，走吧，回家来。老伴儿，我上茅房了，我去吧。哎呀妈！哎呀妈！哎，累死我了！哎呀妈！哎呀！我说三儿啊，咋还上山不了？舅妈，不去了，我就好了，好了，好了，真的吗？你看，我说老头子，哎，老头子啊，你好了吗？哎，好多了，好多了。老伴儿不是好了，老伴儿啊。你说我就纳闷了，这什么事到他这么寸呢？这外甥一捂着就好了。就是啊，我得问问他。哎呀，老外甥啊，就过来就问你。哎，你说那李章是难产，你是因何想起敲锣呀？舅啊，我看那耍猴的一敲锣，小孩就跑出来了，因此我就敲锣了。啊、哦。那给张员外治病，你咋又打又骂呀？我看人那疯狗要咬人，一打他就消停了。哦，我就把他打了。那你给舅舅看病时候，你把我拽山上去干嘛呀？我看那骡子和马一得结症，受一牵子一溜就好了。混账！舅，我跟你开玩笑呢。其实啊，李章是难产。是紧张过度，我敲锣是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你等那张员外平时啊酒色财气贪恋过度，做损事做多了，鬼迷心窍，我打他是为了给他开窍呢。你这个就更简单了，你是心火郁结，大肠干燥，我领你出去活动活动，排排气儿，那自然而然就好了呗。好啊，好啊！哎呀，原来我外甥是个怪才，这我就放心了。这正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本剧病方纯属扯淡，治出人命概不赔偿。你看看，你看看，咱们刚才这个小品，你看完感觉怎么样？怎么说呢？嗯，马马虎虎吧。啊？马大哈，差点没整马前失蹄了。不是，你这啥意思啊？这今天这么说话，怎么还不理马了呢？你看马年你就得说马呀。啊，对不对？我明白了。那你那意思说马年咱俩就得说马了？对呀、啊。哎，那咱俩接着往下说呗。接着往下说，谁怕谁呀、啊哎？你听过那句谚语没？哪句谚语？叫牛马年好种田。他也听说过了啊，这是我们农民朋友啊对千百年来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明白吗？你一到牛年或者马年的时候啊，就风调雨顺，所以说就马到成功。你看，马上来个马的。那风调雨顺呢，那是大自然的恩赐啊，但是那也需要咱人们这辛勤劳动。那马年种地，那也不能走马观花，马放南山。哎，两个成语。所以说呀，得让我们就是农民朋友必须得叫快马。快马加鞭，龙马精神得有，对不对？让你活，你干不好。哎呦，这家伙，你这脑袋挺够用啊！说马就这么多马，必须的。那你再看看、啊，你看看咱们这个东北的肥沃的这块土地、啊、是一马平川，哎，特别是春耕时节 啊，车水马龙，人欢马叫。两马。两马，仨马。啊，那这种场面可以说就就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你看我这多少马？但是你看，人人都付出了犬马之劳、嗯、而且呢不怕人困马乏啊。但是有些人呢就特别偷懒，他不务正业，怎么成了害群之马。哎，我告诉你啊，我又连续说了三个马。三个马。三马就是这种人呢可以说叫盲人瞎马。嗯，是吧？那你得劝他天马行空。对，我不能，我劝他不能天马行空、嗯、必须得老马识途，走正道，咱也撒马，怎么的？哎呦我个去，怎么的？孟哥你太厉害了，你拿不出手。你不大本兵啊？对，我小本毕业。那不咱俩比试比试？比试。你好比就说你跟你爱人们、啊、跟你的搭档，对、啊、从小属于青梅竹马，你看咱形容的、啊、我俩是青梅竹马、啊、但是呢我俩结婚之后呢，我对我的爱人是马首是瞻，说啥是啥。你对他马首是瞻，但人对你可不这样啊。他咋的了？他你爱人现在我跟你说啊，叫心猿意马啊，骑马找马，
你是单枪匹马破马张飞，不是这这找到他的蛛丝马迹，劝他悬崖勒马。之后你丈夫在你面前又装的是牛头马面，把你打得人仰马翻，我拔个马。啊，你什么呀这是？我告诉你，你说的那就是指鹿为马，非驴非马，和我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怎么？别说了 啊！再说我可对不上你的马嘴了。哎，那叫驴唇不对马嘴，你这这骂人不带脏字啊？没骂你，这你给我气的吗？行了行了，咱俩废话少说，还得请吴彤给大家伙带来一段精彩的综艺表演。来，先鼓掌，后欣赏。大家音乐停，行，音乐停。大家好，到我演出了，到我班愿意拍就拍，不拍拉拉倒，谢谢。今天很高兴看到这么多朋友，也很荣幸给大家来演出。前面节目演得非常好，我不是什么名人，也不是什么明星，但是看到我的演出非常不容易。我不是捧我自己，因为啥呢？我一年就出来两回，清明7月15。给大家少说点多唱点，二人转嘛，不能失去二人转的意义。我给大家唱的二人转，来乐队老师给我来段靠山调，来段靠山调。完了那个板儿给我好好打啊、哦，这个我熟。你看他一般，他儿子厉害，真是他儿子是搞房地产的，他用现代话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富二代呀。不差钱，真不差钱，看我们演员都用苹果手机，他也买个苹果，花299。咱们一开机不都是苹果图案吗？他那一开机是梨。我说你那是不是假的？跟我装的？你明白啥？我这是苹果梨。是人不？那家也能玩微信，给自己起个微信名，微信名叫啥？倔强的小泥鳅。我俩多少年关系了？最小气，真是。那快把毛钱都计较，俺俩前两天上市场买菜去，跟人卖菜还讲价呢。我问一下，那个黄瓜多少钱一斤？卖菜说2块钱一斤，讲价。那个太贵了，5块钱二斤卖不？给卖菜干懵了。那个2块钱一斤都赔钱，5块钱二斤不能卖呀！我不撒谎，俺俩认识7年，我一顿饭没吃过他的，他吃坏俺家7个电饭锅，信不？真是，那头两天给我打电话，侄儿上你家吃饭了，给我乐完了。我一去一瞅，那菜土豆片儿。第二天还给我打电话，上你家吃饭了，我一瞅土豆丝儿。第三天还给我打电话，来上你家吃饭了。我说你拉倒，我吃烧心了都啊。他说你来吧，叔给你包饺子了，给我乐完了。我去一吃土豆馅儿的。你像你把那土豆整面糊的也行，他一个饺子皮包个土豆。高压锅煮40多分钟，饺子皮煮飞了，土豆还没熟呢。二哥毕竟是两个人活，我把我的搭档也换掉出来，我们俩共同再给朋友演点小品，行不，朋友们？有请我搭档闪亮登场，闪亮。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鼓掌辛苦了，谢谢。来了啊！来了啊！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下。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搭档。搭档。有的朋友认识，有的朋友不认识。是呀。介绍一下，姓史。对呀。叫一诺，是吧？其实我跟他爹老刘头啊，关系非常好。哎，这么多年。我说啥话呢？啥玩意？我爹老刘头啊？我姓史，我爸应该姓史啊。妈呀，还有那么巧的事儿啊？不是咋的，你姓吴，那你爸应该姓孙呐。我猜的呗。猜对了。别瞎说话，好好介绍一下啊。对呀，这是我的搭档。搭档。台下呢？夫妻。说实话，没有他，没有我的今天。真的。是他谱写了我的人生啊，也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对呀。更是他，害得我妻离子散呐。你说我挺好的一个家，就让这女的给我拆了。说啥呢？我外婆爷爷奶奶朋友们啊，我不帮你们说，我的事业那是蒸蒸日上、但是我的婚姻太失败了，失败3次。第一个媳妇跟我过俩月跑了，第二个媳妇过俩月也跑了，第三个就她呀。咋的呀？她也不跑啊。不，你咋想的你呀、我咋想的？这批货不出手，下批货进不来呀。
我说你咋的？你委屈啥呀？我跟你咋的呀？我跟你白想我这朵鲜花插你的牛粪上了，知道吗？哎呀，你得亏呀，这个插牛粪上了，你要插化肥这还烧死你了你、啊。你不，你说话你是人不你啊？不是当初你得到我你容易吗？你不是跟别人决斗才得到的我吗？是确实不容易呀、啊，我跟别人决斗，大战了三天三夜呀、啊，就把他得到手了。真的，定的是谁输谁娶呀、啊。我没打过呀，你说我那时候要是有这体格我也不能输啊。后来呀我一打听啊，我才知道人俩是双胞胎，哥俩干我一个呀。别瞎说话呀，我你苦，别瞎说话啊。先来这给大家少说多少、啊、少说多少。今天给大家录节目非常高兴。是的，咱俩那么的、啊、给大家来段二人转，给大家来个墙里墙外、来个墙里墙外，奉献给叔叔大爷以及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啊、希望你们开心快乐。柳树间呀、啊，哎呀哎呀哎呀，行不？二嫂，我炭黑把火来到了墙跟前儿，悄悄地探头探脑往过买单儿啊。墙里是寡妇家呀，这个墙外大观杆儿，哎，两边空的落地缺心那又少根。我自打烧锅还一直都没着伴儿啊，大发我四十多岁呀、啊，还没有老婆孩儿啊，没有孩子。好政策打开了心中的门梁山儿啊，多年的干妈书又冒小牙尖儿啊，大发我这返老还童越长越天才啊。心里头就打闪，一看见寡妇二嫂我心里就撒欢啊，一看他看姑弟说话好红脸儿，竟然在我的心中占个大地盘啊。虽然说墙里墙外隔得不太远，可我总连连高高不敢到跟前啊，怕只怕惹出了是非，两家那不够脸儿，光屁股推碾子儿，怎么好得磕碜一圈。谢谢。怎么样朋友们，我们这个节目您看了高兴不高兴啊？只要您开心呐，只要您笑了，其实我们这个目的呀、啊、也就真正的达到了。另外呢，咱们电视机前的好朋友，如果您也想像我们现场的这些叔叔阿姨观众朋友们也这么开怀大笑的话，那我就建议您，您就锁定我们吉林卫视每周六晚的10点整好戏登场。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搞笑节目等着您一同分享呢。好了，今天大家呀都这么开心，这样咱们还要继续的尽兴的玩下去。接下来呢，将给大家请出的是我们著名的转星王二弟，给大家带来的西河大鼓，来吧朋友们，掌声有请。
住钓鱼台，吕蒙正啊五十，他把那债来担呐、啊。黄三公子五十，东郭庙台，张廷秀五十，大街要不了饭。朱百禅人五十，也深山砍过柴。这本是几位古人对大家人讲过去，听我把各行各业对照。小时战，有农民为糊口啊，一年四季风吹雨又排，像我们唱戏的人呐、啊。江北，我明天到江南桃杏花儿开，有同情的观众你们鼓掌叫声好啊，不同情的观众你们眼不睁头不抬，说三道四他叫我们抹不开，我有心到你们家一一地把年拜，怎么又一响啊，不知道你们家就从那边开，站在了台上身是一个礼呀，祝今天到场的有一位算一位，叔叔大爷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阖家欢乐着万事如意，发福都生财呀呀。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吉林卫视好戏登场的忠实转迷们，时间过得可真快，好戏登场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是的，好戏登场，百姓大舞台，群星闪亮，四面八方来，锁定频道，精彩二人转，老少皆宜，人人乐开怀。亲爱的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